怎么一箭三雕？我们先出征好不好？因为进度的关系，我们就不追嘴炮了，快点打一打吧。然后，有他的名字吗？有啊。聊天室会显示什么？我等一下再讲啊。所以可不可以收到？我在想我要不要直接先讲武将。我们先讲武将好了。对啊，先讲女角啦。宝玉卡是什么？又可以做了。那就黄盖啊，最近先抽到什么来讲什么好了。对子忘了还有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再讲了。聊天室呢？木工。